哎，秦小姐，听说你插足陆雨辰和何瑞云的感情，导致两家婚姻联系，这个事是不是真的？哎，秦小姐，听说你在 A 国私生活混乱，没结婚就生孩子了，有没有这回事？秦小姐，请回答一下。妈妈，我好害怕。你别怕。小朋友，你妈妈身边是不是有好多男人啊？滚，滚出我的房子！你回答一下。再不滚我就报警了。装小三还这么狠？就是。滚，滚，滚！你快进去。秦心言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最后的胜利就是我。好可爱的小朋友啊！以后我就是他的妈妈了。何瑞琳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我不会让任何人抢走我的女儿的。谁信你这小屁孩啊？以后我和雨辰哥哥啊，就会有我们的孩子。我本来呢是打算找人干掉的。但现在我改变主意，我要你亲眼看着你的亲生骨肉一辈子给我当佣人当奴婢，一辈子被我踩在脚底。你休想。来人，对不起晨晨，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。妈妈，我全都知道了，那个大坏蛋叔叔是我爸爸，那个老爷爷是他的爷爷，他们想把我从你身边抢走。那晨晨，你是怎么想的呢？如果回到爸爸那里，那里会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，还有大房子住，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伺候你，你将来会不会怪妈妈？大坏蛋叔叔欺负妈妈，我才不要跟他一起住，我要一直陪着妈妈。妈妈，我从那个坏女生不注意的时候拿走了这个。是妈妈的白玉吊坠，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，原来是在何瑞琳身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吊坠呢？难道是刚不小心掉了？该死！哎，我的乖女儿，这都马上要婚礼了，怎么脸给弄伤了呀？是秦心言那个贱人，他嫉妒我和雨辰哥哥在一起。故意毁我的容。啊，这样。妈，好痛，你要帮我报仇。这个秦心言，三番两次插足你和雨生的感情也就算了，竟然这么狠毒，在你婚礼前伤你的脸。别等着，妈去替你出这口气。妈，哎呦，我的妈呀。妍妍，妈妈无数次想亲口告诉你真相，可我怕你知道真相后就离开我了。妈妈一直都不敢开口。你三岁那年，因为秦国安的不负责任，我的女儿高烧去世了。就在那一年，我从街边捡到了和家人走散的你。我想，这或许是上天补偿给我的。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女儿来抚养，能证明你身世的只有当年你身上佩戴着的那枚白玉吊坠。我不是我妈的亲生女儿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是个贱人，竟敢划伤我女儿的脸！你这个贱人，我要让你尝尝毁容的滋味！给我接着打，打烂她的脸！何夫人，您是瑞泽哥的母亲，瑞泽哥这些年对我一直很照顾，我不想跟你起冲突，我理解你的爱女之心，但我也是父母生养的，难道我就该任凭何瑞琳欺辱打压吗？你还敢提瑞泽？我看他也是被你迷了心窍。我的琳琳在外面漂泊了十几年，吃尽了多少的苦，如今我就是倾尽所有也要补偿他。如今你伤了他，就该知道什么样的后果。来，给我打！你放开我！真是有点羡慕何瑞琳，她做了那么多坏事，还有家人无条件的纵容她。可是我连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都不知道。你放开我！不许打我妈妈！你们都是坏人！何夫人，
你们有什么就冲我来，别欺负我的女儿。夫人还要继续打吗？今天就是给你一个教训，以后若你再敢伤害我的玲玲，我就让你的女儿跟你一起遭殃。走。妈妈不哭，晨晨帮妈妈擦。快。琪琪，那个剑毁容了吗？妈，你就是说。再也不敢欺负你。妈，不能跟爷爷动手呀。妈妈，你疼吗？妈妈不疼。对不起，爷爷，是我没能阻止我妈。舅舅，晨晨好怕有坏女人进来，按着我妈就打。别怕，晨晨，舅舅发誓，这辈子都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到你。爷爷，跟我一起回 A 国吧，我们还像以前那样，再也不回来了，好吗？为什么还不愿意走？难道你还放心不下陆雨辰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他马上要和我妹妹结婚了？瑞泽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晨晨，你先回房间。瑞泽哥，我找到了我妈的知己，我不是秦家的亲生女儿，或许我的父母也正在找我。我想，这是玲玲的吊坠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何瑞玲的，这是我妈的嫁妆，当年我妹妹走丢的时候，脖子上戴的就是这枚吊坠。五年前，我也是在酒会上，通过这枚吊坠认出了玲玲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白竹薇，偷走的东西，是时候还回来。老板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外面那些人还在门口堵着你呢。没关系的，你先去把修改好的初心查出来吧。初心不是被何瑞玲定了吗？她等一下就来店里试穿。既然何小姐青睐我的设计，那我当然应该要亲自服务才是。雨辰哥哥，我的脸就是他划花的，他就是想存心破坏我们的婚礼。穆家还等着何家的真心周转呢。雨辰哥，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吧？何小姐，是我不对，您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要是因为我破坏你的好心情，可就不划算了。他打你了？雨辰哥哥，他划伤我的脸，你怎么反倒关心起他来了？何小姐，是我莽撞了，您还愿意穿我家的婚纱照顾生意，您真是大恩大量。您放心，明天的婚礼我一定会好好服务您。你今天一反常态的让着何瑞琳，说吧，打算干什么？但是认命了，就连你陆大少都不得不屈服大于何家的联姻，更何况我一个弱小的女子。你这话瞒得了别人，但是瞒不了我。七夕，我太了解你，你可不会吃这样的亏。那我要你帮我，你答应吗？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我要你如期举办婚礼。玲玲，陆少可真疼你，包下本市最豪华的酒店整整一个月，就为了提前布置婚礼场地，我们大家呀可都羡慕死你了。要我说呀，这娘家硬气比什么都重要，听说这次陆氏呀还得要倚仗何氏银行的融资呢，这以后陆雨辰啊可不得把你捧到手心里宠。听说陆雨辰有个前妻，他不会再来纠缠吧？一个下堂妇而已，听说连个正经的婚礼都没有，哪儿比得上这两家的世纪大婚礼呀？秦小姐呢？快把婚纱拿过来。啊，我的婚纱怎么是破的？怎么会破呢？之前还好好的。秦小姐，好心不计前嫌的照顾你生意，没想到你竟然毁了我的婚纱，还是毁了我的婚礼。竟敢破坏何家大小姐的婚礼，你不想活了吗？秦小姐，我知道你在国外雨生哥哥选了我，但你在国外卖身还生了野种，他男人受得了这种委屈啊？雨生哥哥好不容易从上一段婚姻里走出来，为什么你就不能放过我们呢？天哪，他就是陆少的那个前妻。卖身
还怀了别人的野种，做着这种不知廉耻的事情，怎么还好意思跑到别人的婚礼来搞破坏？不是我干的，婚纱在婚纱店里，我又没有试穿过，不是你还有谁？米粒的婚纱可是提前好几个月定制的，价值不菲，你赔得起吗你？我呢，其实也不在乎这点小钱，但是雨生哥哥知道会生气的。不如这样吧，这件婚纱值100万，一个巴掌抵1万，这很划算吧？一个巴掌1万，琳琳，你太善良了。你确定要在婚礼现场对我动手吗？清心言，我就是要你亲眼看着我和雨辰哥哥的婚礼，是你一辈子都得不到的东西。给我打！怎么回事？妈，秦小姐毁了我的婚纱，我只是想小小的惩罚她一下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这个狐狸精！婚纱从店里送出来，全程都有录像，储藏室里头也有摄像头。如果想知道是谁在搞鬼，拆下监控就知道了。妈，在证据面前，你要不分黑白的袒护她。她是我的女儿，我不相信她，难道要相信你这个外人吗？是啊，你怎么会相信一个外人？还愣着干嘛？给我打！住手！妈，婚纱不是还有备用的吗？别因为这点小事影响婚礼。琳琳啊，还是婚礼最重要，咱们这次就算了吧。算你走运。妍妍。等婚礼结束之后，跟我一起回 A 国去吧。瑞泽哥，如果有一天我跟何瑞琳同时出事，你会选择谁？妍妍，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？没什么，只随我，一切都会结束。何瑞琳小姐，你愿意嫁给陆雨辰先生，不论贫穷与富贵，都不离不弃吗？我愿意。陆雨辰先生，你愿意娶何瑞琳小姐为妻，与子携手吗？我不愿意。雨生哥哥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陆雨辰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在跟我们何家开玩笑吗？陆雨辰，陆氏集团还等着何家融资呢，你这样……抱歉啊，陆氏的问题已经让我解决了，让你们失望了。怎么可能？诸位，我的女儿，你怎么结婚竟然也没有邀请妈妈呀？马上把她赶出去，马上把她给我赶出去！你个不孝女，我可是你亲妈，你现在飞黄腾达了，你就把武艺就踹开，你可真是个白眼狼啊！大婶儿，你搞错了吧？这是何家千金何瑞琳，怎么可能是你的女儿呢？我辛辛苦苦10月怀胎生下来的骨肉，我哪搞错？甚至亲自鉴定书，什么何家千金，她叫白竹薇，是我的亲生女儿。不是这样的，她是个骗子，她说谎。保安，赶紧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赶出去。我亲眼看见了这个玉坠，这是琳琳的呀。那你要不要看看这个？检查报告显示，木盒压并没有出现。把这份报告交给我做笔记。事成之后，我会带来。今天你遇到了哪个？500万。骗子！你这个骗子！不是我。妈，我是你亲女儿，我是琳琳啊。白竹薇小姐，你涉嫌绑架、谋杀两项罪名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不是我，你们要相信我，我是你女儿。啊，不是我。哎呀，你们都看到了吗？嗯。白竹薇不是我的亲妹妹，但那份 DNA 报告是真的。你知道这个主人是谁，对吗？瑞泽哥，
妈咪，我们回英国以后就再回来了吗？或许吧。那现在也见不到大坏蛋叔叔他们了吗？你喜欢他吗？我最喜欢妈咪，现在要永远和妈咪在一起。乖，走吧。爷爷，等等。Peter's Rattery, please. 我们深情的对望，真巧，秦小姐。我们故事还长，六姐妹。用你就是远方，但你刻在心上。前面有唱。这个系列我为它名为千帆，寓意为两个相爱的人经历千帆，却始终初心不改。秦老师，您的设计每次都让人大开眼界，您真是个天才。过奖了。秦老师，年轻有为，至今还单身，有不少人托我私底下打听你呢。像小陈总这样帅气多金的，别人送你三个月花，你咋还不动心呢？对娘啦，你怎么还没认识我的妈咪呀？大人的事儿，小孩少管啊。哦，你下次妈妈说谁喜欢当我的爸爸，那我就告诉妈妈说小陈叔叔好了。那可不行啊，爸爸带你去迪士尼，你得帮爸。爸爸，爷爷，谢谢。之前你问的那个问题，我没有给你回复，我一直都很内疚。都过去了，你不用放心。妈妈生病了。你能回家看看他吗？他知道自己引狼入室，一直都很自责。医生说他得了阿兹海默症，之前那些记忆都已经忘记的差不多了，可他唯独还记得。一定要找到玲玲，就当是哥哥求求你了，回去看看吧。玲玲，我的玲玲，是你呀、啊。日前，假冒何家千金的白竹威谋杀及雇凶绑架案正式审理，嫌疑人白竹威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5年。不是我，我是陆家的少奶奶，我是何家千金，我是陆家的少奶奶。包上尘，怎么可能？你不是我的玲玲，玲玲，玲玲。我的玲玲，别走开啊！你不是我的玲玲，我的玲玲。可能你的立场和大多数一样，你见过我的玲玲吗？我的女儿，你看她多可爱！玲玲，妈妈好想你啊，玲玲。心早了样又随即恢复原状，后来除了梦以外那些老地方我再也没见过。这是和氏银行40%的股份，是妈让我给你。谢谢你，不过不需要了。何家人都对你说什么了？要你管？这都一年了，我的试用期还没过吗？你什么时候给我转正？看我心情了。不行，你现在就给我转正，